朋友。看她小小一只的小女生，可是她骑一台超帅超帅的车。其中之一就是它这里的占地面积非常大，所以可以停得下非常非常多的车跟重机。那这里的食物也很好吃。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他们这里有很多的餐车。那餐车上面他们食物大概都是卖一些汉堡啊、可乐啊，然后薄饼啊，然后一份也都不会贵，就150、200左右，然后套餐的话可能就300块这样子。所以我自己是很常来这边跟朋友做一个聚会啊。这边的话，因为这个阳光就是旁边附近都没有建筑物，所以这个阳光就会直接透进来，所以在这地上，这绿油油的地真的都是超级超级美的。那大家应该都很期待今天的神秘嘉宾吧，来了，我们的神秘嘉宾 MM，Hello，MM 超可爱，他也是我的一个可爱的朋友。我有身高差，有。看她小小一只的小女生，可是她骑一台超帅超帅的车，我自己觉得很帅啊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 Husqvarna 还有这种滑台车的那种 style。然后，而且这个坐高真的非常高哎，你几公分？我153。天哪，153你不觉得恐惧？有，会有恐惧啊。有哦。就刚开始。那现在也会吗？还是现在不会？可是刚开始买的时候真的蛮恐惧。真的超帅的哎！好，那我想要问 MM 问题，就是 MM 几岁？我今年25。大家都很想知道，因为大家你知道你也知道，企划他这个女生真的很少哎。对啊，那你怎么会骑这台啊？这一台，因为我以前本来是骑复古车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因为复古车就喜欢改嘛，然后改得太夸张，就是被警察抓。嗯。他后来想说不要骑复古车好了，就卖掉，想说要看哪一种车比较可以接受。可是没有那么喜欢防晒，就觉得越野车，你怎么这样？越野车我蛮喜欢的，可是我又不太敢常常去跑林道啊、土路。他说那就改个轮框，改个就是公路胎这样。其实我没有改完全滑胎，是吗？是改轮框而已，然后避震那些我没有改啦。就很多改的比较厉害。在后面，他在后面，他改的是纯种滑胎，真的吗？他有改吗？101是纯滑胎啊，他就是本来就是滑胎，所以他有改什么东西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要问他。要问他好。但是又很贵啊，很贵。是哦，那你当时，所以你就是决定说要买这台，从一个街车，对不对？复古街车。对，从复古街车突然变成骑这个。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要你？因为你说你不骑林道。但是因为滑胎车就会让警察觉得，这车就是长这样，比较不会被整顿。了解。然后又故意买白牌，就是故意改白牌啊。对。因为有300啊，但是就不会想要去买300。了解。那你职业是什么？我是景观设计师，超厉害的。因为我之前也有研究过，就是画图。
对啊，建筑系列的东西，超酷。我有看过 MA 的作品，然后很厉害。上次我们去观音飞机玩，然后还赶快把它推给那个那里的老板。哦，对啊，因为那个老板就是很需要找那个景观设计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那你几岁？哦，刚刚有问吗？问过。哦，我刚问过，好 UK 哦。就是妹妹，对我来说叫姐姐。没有啦没有啦，开玩笑。那你骑车骑多久？从大学毕业骑到现在，好像3年吧。3年。那小酒啦，可以可以了。对啊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骑车呢？就第一台复古，从小就开始就对那种阿伯赛瓦那种野狼就很有兴趣。是啊，觉得他们骑那很帅。哦、oh, ，对对，所以我第一台车是小云豹，小什么？小云豹 ，OK OK， 很矮的那一种。了解，那你目前就是骑车有没有什么不错的心得啊？不错的心得，对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、啊、不好的、啊，都是开心的，都是开心的，赞美，可以认识一些。是到像小麦吗？对，像小麦，蛮开心的。目前我都觉得没有遇到。来，你看看他站在车上，你牵一下车好不好？对啊，好啊，这也还好啊。什么还好？超可怕的。还好，因为我之前刚超夸张的入档，然后再上车。是哦，已经习惯。那你有倒车过吗？我倒过2次，一次就是刚牵车的时候，好可怕哦！停在坡上，然后抓不到那个重量，我就倒车。后来还有一次是台风天，刚给我太大，那一阵风就把我吹倒。可是就是那2次啊，那也算怪。对啊，你这车不是人家撞到你屁股，然后他车子还很严重，然后你的车没事。对，天哪，其实我之前想要再拜一台这种车哎。可以啊，这就是，但是我已经有一点不想骑车了，没有、啊。不行不行不行哦，好啦，只要 N N 都在骑的话，我就会继续骑下去。对啊，我这么矮都可以骑。N N 超可爱的，哇，特写。外套还跟车子。真的，他我跟你讲，因为他跟我一样。是设计师，他的这整台车队超级漂亮，因为一般看到的都是红色的，对吗？红色。对啊，原本你在原厂也是红色。红色，全色，全红的。然后他就自己去做这个贴膜啊，就把它贴的就是绿色，然后整个很有他自己的味道，他连穿衣服都会 match， 就是他的车子，超级难得的，好好看。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车，蛮破烂的，怎么办？没有没有，就这种车就是要弄有一点点的痕迹，对对啊，才有味道、啊。你看这些都是他自己就是设计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说设计贴什么贴什么。对啊，跟店家说我要什么。好，真的排气管还上面还粘着我的裤子。哈哈上面还有，因为我那天还刷过。真的耶，破，受不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你常来那个吗？七乙吗？有道理吧？对，我蛮常来的。好啊，你以后来的时候记得找我。嗯，因为你住在这边。对啊，所以随时 anytime。好，他的帽子也很好看。嗯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对的，超级适合你的啦。那个完蛋了，看是越野帽吧。对啊，大家是不是都被他推坑了？真的那么可爱女生骑这个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，谢谢我们的 M。是要孤人吗？应该会吧。哎、欸，箍起来，箍不起来，箍不起来。对，后面有人。可以，可以。哇！哇！我跟你讲，这不是最红的，帅哦。
帅的。吃瓜。之后我会再介绍另外一个景点给大家，那今天就到这啦。